画面中桃园有民众住家的地板出现长长的裂痕，连墙壁也有多处小裂缝。竟是因为隔壁新建案施工造成毁损，桃园区阿姨街92号的新建案施工影响隔壁成排住户，墙壁和地面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缝，包括天花板、墙壁和地板都有龟裂的情形，甚至有民众住家的裂缝从地板一路延伸到墙面，还造成化粪池外漏。但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这水哦，哦，最近，不好意思，请归口嘞。有裂痕，真的裂痕。好，瓷砖啊，这边瓷砖。住户担忧就怕是台北市基泰事件重演，12号市议员黄琼慧与建管处结构技师以及建商代表到现场查看，住户盘点零损状况，要求建商负起责任，并协助修复，还给住户一个安心的家园。